一个字鲜。荷包肉大，来，大家自己看。下锅之前我也没有透视眼，我就随便拿的哈。然后在咱们家买生蚝，我们是给大家保证的，如果你有一个不肥的，就是如果煮熟之后啊，夹瘦一点点啊不好啊，拍照片过来包赔啊，保证让大家收到的每一个生蚝啊都能够满意。但是啊，如果有那样的，我们是包赔的哈，不要不好意思，然后直接拍照过来，我们都给你处理哈。现在呢，正是吃生蚝的季节，最多也就吃到清明节前后，这个今年的生蚝呢也就吃不着了，再吃只能等到天气冷了，秋天、秋冬天十月份以后才能够吃生蚝了。啊，所以呢，大家只管放心下单。我给大家发的呢是个头偏大的，然后一个不肥都包赔的，让大家吃到精品生蚝，放心下单，售后无忧。我把自己家生蚝夸到自己都不好意思了。冷水下锅，水开一分钟，千万不要煮老了。啊，有的朋友就煮啊煮啊煮，煮十几分钟，你要煮十几分钟，这个生蚝就缩了，知道吧？就不好吃了，肉也老了。